前不久，南韩女神张娜娜突然公开结婚的消息震惊娱乐圈。与此同时，她小6岁的神秘老公也引起了大众的好奇。26日，张娜娜举办婚礼，她的神秘老公也因此露面，身份遭到韩网起底。婚礼当天最开心的应该就是新娘本人了。张娜娜穿着白色婚纱，手里举着捧花，开心到当场跳舞，看起来是相当兴奋。虽然张娜娜一再希望媒体不要曝光老公的照片，害怕老公被人肉搜索，但亲友还是忍不住分享了婚礼现场的照片。照片中可以看出男方个子非常高，身材也很好，和娇小张娜娜站在一起堪称最萌身高差。两人亲吻的时候，身边都弥漫着粉红泡泡。据韩媒透露，新郎是张娜娜主演的韩剧《VIP 他们的秘密》里的暖男摄影师，身高1.8米，长相也很帅气。张娜娜很久之前就祈祷可以遇到另一半，如今终于等到了，祝福张娜娜新婚快乐，永远幸福。